你做乜拉我嚟呢度啫？我仲有好多 paperwork 未做完噶。你有几多做我唔知道。大老爷，其实你拍开枪啫，关我乜事啊？你点知噶？情报咗啊嘛。阿文啊，你叫得我做大老爷，我真系当你妹咁噶。咁大佬有难，你唔会唔帮系嘛？嗯，我觉得个戏系啱嘅，不过感情加多少少咧，就会好好多啦。系你逼我噶，特别任务，帮我顶住张 Sir， 俾机会我教脚。This is an order。丁 Sir， 咁你真系滥用职权啫。我啊記得唔知邊個成日喺度咦咦哦哦話部電腦要 upgrade， 咁如果有人幫我頂住阿張 Sir 嘅，我幫佢申請啦。你知咧，其實批唔批嗰個都係我啫嘛，話唔定好快批嘅。啊，丁 Sir 啊，我突然間覺得咧，你都真係有道理嘅，咁就成交。好乖嘅你。你太耐冇揸槍啦，所以我由基本同你講起，幫你介紹翻支槍。射擊分為幾個部分：站姿、瞄準、控制你自己呼吸、掹雞嘅時候保持重心。準備好開始。大老爺呢？哦，同事急 call 佢走先啊。你唔好嬲啦，佢个心结咁多年，系需要啲时间嘅，可以踏出第一步已经好好噶啦。仲有啲时间，不如你教我啊。好啊，戴眼罩。OK， 站姿，握枪，瞄准，控制自己嘅呼吸。保持你的重心，准备好可以随时开枪。顶住啊，先顶住啊！今次才是幕后主谋，这个就是 Keyman。 听出目标是一个营运网络买卖的军火集团，一定不可以放过 Keyman。